好，其实我们这两位同学呢，他们在我们学校近一年度的模拟考试呢，从来没有考过满级分，就是区域性的模拟考试。那今年能够考上75级分，真的也是让我们赞赏这位同学，这几位同学呢，真的是啊，实力蛮让我们敬佩的啊，不简单，真的不简单啊。那另外一位同学。他是练普通班哈，那普通班能够考70级分呢，真的是让我们觉得为他恭喜了哈。因为普通班的同学跟自由班的同学能够考出比私立自由班或是实验班的同学能更亮丽的成绩哈，所以也是一个潜力十足的一位同学了哈，将来一定会更有这个成就的哈。